最後呢唱首歌給大家聽，這首歌呢都是我自己寫的，就是講我這幾年裡面的心路歷程，是上帝怎樣可以將我由一個谷底的地方，將我一個死的地方慢慢帶回我上來，讓我有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生命。這裡主耶穌，我的生命一團糟，何以我竭力做對，但我又跌倒，想好好去做，偏偏未夠好，承諾今天開始改過，說完又退步，怎祈禱，錯失的才可彌補，何以每次我做錯，總有你懷抱，很想走窄路，很希望變好，回望一生之中鋪滿了塵土，忘記我背後，遙望這標杆已在前頭，或者又做錯，不怕撐起來繼續走，神賜我自由，從今一切不可便能夠，這日未能做到別放手，再別回望往日多少的內疚，來到白晝，可能都會是你的寫照來的，我們都可以試試一起唱的，可能要學的，我怎可如此崇高，凭我血气最后也不够我达到，只等他大怒，等他为你抱，将伤感于今天化作祈祷，忘记我背后，遥望这标杆已在前头，或者又做错，不怕撑起来继续走，神赐我自由，从今一切不可别能够，这日未能做到别放手，再别回望往日多少的内疚，来到白昼，忘记我背后，朝着这标杆继续走，难过别泪流，耶稣今已称呼我朋友，这日未能做到别放手，再别回望往日多少的内疚，如今竟已得救，我们给点掌声自己，又给点掌声耶稣啦。咁啊，今日如果你哋有机会咧去接受耶稣嘅话咧，我成日都同啲朋友讲啊，而家有啲已经系好好嘅基督徒，佢生命好大改变嘅，系当日点样？我同佢讲，我话你试少少俾耶稣，你打开心，俾佢啲光照少少入嚟，试下帮下你先，唔使即刻话，哎，我打开晒啦，我成个人咧就将我自己俾咗你，未必一定要咁啊。有时你将自己嘅心打开少少，好似我爸爸嗰晚做嘅祈祷就系、是、打开少少。俾神試下幫你。如果你而家面對緊有啲問題咧，你係束手無策嘅，甚至你有啲家人喺個醫院嗰度，你可以幫佢哋咩咧？佢嘅生命點樣 take two 咧？你可以將耶穌帶過俾佢。喺度祝福大家啦！咁啊，希望可能東張西望，遲啲冇得見啦。Roadshow 繼續見大家啦～